Good morning, 的挂挂挂挂台语。期待啊，期待！因为高雄的朋友讲爱来吃这间足出名、足出名的原住民的美食诶，我无虾米机会吃原住民美食诶。听讲伊好多车好烦，听讲伊常常上新闻。阿香的厨房，这句话可以翻吗？阿胖的灶卡。入来就先看到伊碎碎的花园。然后入去餐厅内底，哇，足大诶，足侪位诶！阁有奥多诶位哦，那肯定第一个菜就是食。水果做野菜沙拉，哎，有啥物？龙须菜啊，水果加野菜。除了有梅奶汁加野菜水果啊，那个香松啊是较有口感的，吃起来较 happy 的。灰皮就对，来给讲，给讲。灰皮，我不能误导人家啊！新人才来啊，大家这回来，看嘛看，伊个摆盘啊，拢有够艺术的哦。这个是小虾米菜苗，这个是豆腐类的，梅汁豆腐，梅汁豆腐，豆腐的店馆记得应该是梅啊，会，就是那种青梅去腌制的梅子。第三店的这个会一季季季的鸡蛋豆腐，鸡蛋豆腐本来就是最好吃的物件啦，这种调皮我是第一次吃到，足特别的，嘛是足开胃的。这个是前菜。还是有甜菜的感觉，一进馆就来就喝起来，每个都一口气拍都不用停，一进到底。啊、哦，这个就是菜团内底播的必备菜色，叫做三杯猴头菇，加肉。嗯，嗯，我知伊厉害的所在了，就是调味，你看伊的球，加伊的酱哦，是足有味足够的迄种。这个切个细细的，所以有入味的，较入味。这个就是看起来足澎湃的主菜，马告猪吧，马告的猪吧。马告是一种原住民介意用的沙内底的胡椒，这个就是马告，是不是？嗯，好，足够的味，呛的呛，好浓郁哦。也是有原味。现在完毕。应该是烘出来的，就烘的那个吧。它肉里面有咸味，那样对，温酒加。嗯，不是这么香哦，是酸滴酸滴的。胡椒已经炖在电锅啦，全部加起来就是不冲突的。我感觉伊的调味啊，伊的菜的调味拢足厉害的，就是啥物爱配啥物，伊拢配个多多好诶。那为什么会有个柠檬呢？哦，要给你吃哦，配到你脸上好不好？葱头，葱头嘛是足重要的配料。嗯，葱头有够 match 迄个猪排的，一定要一做伙食。啥？跳崖了吧？做过 PCR 吗？没有。嗯。好食，还配饭。干干干，你拢着到食，我要出发去台南继续食。OK。你在干嘛？啊，我伫个捡物件。捡啥物件？在个，你叫倒闭哩。你特别是伊内底字。看我的频道就知道了。打开吧。打开。这应该是绿的吧？对，它现在还没有成熟。肠胃。啊，对的。还有那个。啊，哎，这内部上好打开。啊，滋润、滋补的感觉，舒服啊。喝点没？